咦，点解太盘自己会喐嘅？仲左右移动添。呢款咧由瑞士设计师 Winspeed 出品嘅概念车 Buddy， 其实咧就系由宝马电能车 i3 改装而成嘅。虽然咧体积、外形、动力输出咧都冇乜太大嘅分别，但系咧操控系统上咧就换咗一条摇臂连接嘅太盘 Cooker， 可以随意换成左方或者系右方操控。最特别嘅地方咧仲可以收埋佢。啊，凭住车顶升起嘅障碍物感应器 iBio 同埋精准嘅定位系统咧。变成自动驾驶状态，令副司机都可以唞下。咁喺近距离接触之下咧，有种好似走入未来嘅太空舱感觉。指纹辨识门锁，类似平板电脑嘅中控台，智能手机连接等等，高科技得嚟咧又唔至于话天马行空。咁啊，后排咧座椅就抽走咗啦，咁啊变成咧可以收埋类似 Segway 电动滑板同埋头盔嘅空间。啊，中间咧仲特别设有摆糖果嘅位。为冰冷嘅概念车咧就注入唔少温暖感。记者就即场询问咗摇臂嘅安全性，但负责人咧就话遇到压力 ，Cooker 就会停止摆动，唔怕会压亲只脚。咁啊，左右踩嘅概念系好新鲜，咁但系由于油门同埋刹制咧只系设喺左方，咁除咗做教学车之外咧，其实咧适应性就唔好大。咁加上咧就引申咗唔少道路上嘅法律责任问题。Buddy 要大量投产，相信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的。